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光临红叶旅途的频道，这里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。今天我们从塔州，也是塔里古德干，前往一个县，阿拉昆。大家现在看的就是这个阿拉昆的这个街景。今天我们随拍一下这个县城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阿拉昆这个地方有一个阿拉湖，汉语叫阿拉湖，有一半的咸水，是一半的淡水，这里生活着很多的鱼类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火车站，这个前苏联时期的火车站，这个已经接近将近100多年了，目前它还在运行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前苏联时期的建筑，依然在运作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火车这个轨道，这里就是我们这个一带一路啊，从这个中国这个新疆霍尔果斯出境啊，途经这个哈萨克斯坦啊，从这个阿拉库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一带一路的这个专列，到这前往这个欧洲和世界各地。现在这块大家看到的是，这是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，在室外的，用这个火车的这些废弃的部件构建的元素。Şileğe asan kolun baylağan jira Közümü oçalınday gürüne doy Tebe sıp kolun dayday oynağan jira